你如果想要在 YP 工作的话，你就乖乖的。我在 YP 一直都很乖啊，你说对吧，徐俊？我才上个课回来，男生宿舍就充满了粉红泡泡。你们两个，他们会不会自己脑补啊？我对叶芳玲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把妹妹的感情投射在她身上。这些全部都是劣质的仿冒品。那报警啊？好啊。TVBS 42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机智校园生活，青春向前冲。